老板呀，老板，今儿过来给你谈一个，大买卖。我去，麻瓜之调味，怎么样？都折棍儿带这个？啊，带倒刺儿，这是伊士尼书法。这钓鱼的这能泡鱼？这肯定不能泡鱼。来，给你商量个事儿啊，谈个大买卖。因为这个口罩原因，你这生意是不是现在人少了？少了。你也不放鱼了，是不是？现在已经变成野钓了。我呢想在你这儿包上一个月，平常咱钓费不是50吗？不让上岛，我呢想去岛上钓，包上一个月，你看给个什么价格合适？150一天吧。这么贵？是岛外的三倍啊。三百才够吧？便宜点，便宜，上岛一天100，你看行不行？包上一个月。毛高只钓的，我钓到去了，就优惠500。不，士可杀不可辱啊！麻瓜之味，那是什么意思？不行，这字儿不能去。扫码。扫码。老板谈好了啊，4500。上岛，一天合150，应该没问题。你别笑啊！你看这一个月下来，我能不能把你钓哭了？好嘞。4500，这钱花到我心疼。哎呦我天！这回鱼可是还是按你那个标准回了啊？微信收款4500元，祝您天天暴富。嘿，祝我天天暴富。还是啊，青鱼一条100。啊，青鱼一条100。鲤鱼是和草鱼还有青鲤鱼、草鱼、鲫鱼是3.5一斤。对。是吧？对，我在岛上位置随便我选，随便选啊。只要我不下岛，我就在岛上钓。位置随便选，行不行？正好位置能拍第一个地方。对，别让别人占我的位置啊。钱都交了。好嘞，走吧，咱去立个钓位去，走，选个位置，不让别人打扰。岛上比较安静，好钓，走。祝你天下暴富啊！没问题。哎呦，岛上还住着位大哥呢啊！路过此地，上去钓两条鱼。我钓多了，给你来两条。以后啊，咱就是邻居了。白天是邻居，晚上啊，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先过去了，您呢？先把钓位挖一下，给它铲平了。那边钓咋样？都是鲫鱼。嘿，这鱼都在这边了啊！回头我给大家看这边怎么上鱼的。哎呀，这个滑尖钓位修好了。这个地方呢，适合短杆。下一个钓位。哎呦我天，干点活又累啊！从哪下手啊？这是。哎。拿去，摸掉。行，这个钓位基本上就修完了。咱在岛上呢，简单的修了5个钓位，嘿，整个岛都是我的。到后期啊，根据鱼情，咱还得换开些新的钓位啊。大家钓鱼都知道，根据这个天气、风向、温度，位置很关键。朋友们，帮忙点点赞，长按点赞3秒，看看咱4500在岛上钓一个月，赔还是赚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汇报啊，这个岛呢。是个长条的，我们在两个大边和两个中间，还有两个滑尖修了钓位。到时候每个钓位再钓个几天，钓个4-5天，做一个数据大统计，给大家汇报一下，看是边中间还是滑尖出的好，是不是？行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明天正式开始钓鱼，下期见，拜拜。